要开始写数字小节上去哦。没有小节，要开始写数字。我们开始要写数字上去哦。OK， 来，请写。第一题，好，请写。一一。没有一。后面那个是空拍，所以不用写。好，后半段是一。一。来一，我懂了一。一，来一，一，二，答对。一，一二一，不对，等下这个是三，这个是三，嗯，这个是反拍，所以是第三点。三，什么？这个是不是二？那这个是三，这个是反拍，符号不一样哦。好，来，请写上三。下一个是四，一四，对，再来呢？一，一二，答对。一，一三，答对。一，一四，答对。一，一二三，好，